I gave you my heart.由李帝勋、陈俊祥主演的《我是遗物整理师》，李帝勋在剧中饰演是手上人而坐牢，是一个不善与人交际的遗物整理师。他表示，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在拍片期间，私底下个性也变得比较古怪。当时曾经让好友们都远离他，而李帝勋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很脏又不爱洗澡，造型又邋遢，在拍剧期间会以角色打扮的模样，也就是以邋遢的模样四处走路乱逛，而民众都会避开他。令女旁人低估，干嘛穿那样走来走去？网友说真的是入戏太深了，也称赞说为了演好自己的角色，而让自己专业的投入其中。李帝勋还透露，是一部温暖疗愈的剧情，让他每次看到剧本都会流泪。喜欢温暖疗愈剧的观众们，可以去看看，但很催泪哦。